好，我们看一下面对右手边。没什么啦。三位，右手边，右手边。在自重吗？还没自重。OK。好，那还是先看前面。太多了。好，我们先看前面正前方。配合主办单位时间的关系，我们保留最后一个问题。那今天很幸运的是，有在场有我们这个全台湾第一次在总统辩论会上出现的网络意见领袖。那最后一个提问，我们邀请贺龙来提问。你好，副总统好，我想问一下，能不能来1月6号的贺龙夜夜秀来做一段访谈？就是这礼拜六。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也接受您的邀请，谢谢。好，我会准备您最爱的 whisky 款待您。好，谢谢贺龙。Single malt, please, thank you. OK. 谢谢副总统，谢谢。好，谢谢贺龙。那今天在场媒体朋友，谢谢大家这么认真的准备，也辛苦副总统以及我们的邱成员总召，还有我们的秘书长，谢谢大家。这边，贺龙会代表战斗蓝出来选吗？因为他有邀请我当副总统，所以我今天是来实习的，就说不定未来上去辩论会是我一个人。对，今天精神状况都会很好吗？精神状况，因为昨天我去跨年，所以可能会睡着，但是有潜力了嘛，对不对？就是国民党大佬都会睡着，那我就应该 OK 了。你眼睛那么大，你睡着很明显的。可以，先坐第一排。第一排，我想坐第一排。对，你是坐第一排，我帮你问过了。真的假的？对，我帮你问过了。那我就是那个赵少康的三雷神，就是我会带一个小白板帮他写说要怎么攻击。这帮赵少康抢年轻票吗？抢年轻票吗？对啊。我有想帮忙，但好像成效不彰。有给候选人什么建议吗？候选人什么建议哦？就是好好说话。对。现在国旗也是中华民国派的意思吗？不太清楚，但是三位都是中华民国的总统候选人嘛，所以我就是代表中华民国也没错。伯恩知道你会来吗？他应该不知道吧？对，又关心他吗？最近？我跟他有点失联了，因为他在那个我的秀上面搞我嘛，所以我们就不太有往来了。啊，柯文哲那边有没有跟你争取？柯文哲哦，对啊，柯文哲，我发现我的记忆力比他好一点。就是为什么呢？今天晚上上片大家都知道了。OK， 好，大家记得收看。有人说这戴的很像郝柏村，太老了。这个是您原本的？这是原来的，这是新的。你是有度数的吗？有。啊，太可惜了，想说你戴我的好。你要试试看戴我的吗？哎呦，年轻选票 get！ 你背负好，你背负好，真的，反正你都背起来了嘛，不用看嘛。但我还有一个小礼物想要送给赵老大，这个是
我在去年电视节目上辩论对回，是骂吗？这是辩辩哦，对，因为去年我在那个辩论节目上，我就是那一对战败的老鼠屎，然后当时我就带这个对回来辩论，而且其实上辩论重点不是赢吧，是蹭新闻吧。这个辩论没有什么赢输，对，没有人裁判了、啊，对对。因为是在电视辩论上，我算是前辈了。去年全明星辩论会上面哦，我全市场的时候就辩过了。30年以前都变了、哦，近2年我是前辈，因为不能超过30块，所以本来想送你个帽子，他们说帽子超过30块，所以送你这个手环来加持一下。好喂，郑栋兰，我现在马上戴起来好不好？哇，所以待会你也会戴吗？因为等下上场不能有道具、啊。叫我战斗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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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你要一起吗？好、啊、来了，叫我战斗蓝，叫我战斗蓝，叫我战斗蓝，蓝叫。哎、欸，口误对不对？口误。哎、欸，您答应过我，你等一下在上面提贺龙。好、啊。哎、欸，有一个交互诘问，是你能不能让一题给我？你问他们两边说，为什么他们两边都不上贺龙夜夜秀，拒绝跟年轻人接轨？这样子哦，对，你说民进党和民众党是老人政党，好，我有机会一定讲。他们就是对他们怕，害怕害怕、嗯，给我暧昧不明的答案。很多人都怕你，对啊，为什么要怕我啊？您来，你有觉得害怕吗？没有。对啊，没有啊。对，我刚刚在底下跟贵党的部分区立委参选人们谈话，他们好像也瑟瑟发抖。听说今天还有很多就是国民党的大佬们会一起来参与，大佬都坐你后面的。哈？真的假的？国民党一区，然后其他两党一区。我不知道他怎么排，每个候选人一区。所以待会你在上面辩论的时候是看得到我的吗？看得到。地板看，因为灯很亮。好，遇到什么危机的时候，我会写小白板。忘词的时候，我就写那个侯友宜才是你老大。老大。我说贺龙是老大的，侯友宜算什么？贺龙才是我老大。你一定要讲，你一定要讲。你在上面说贺龙是恐怖分子，我都 OK。只要提了贺龙就好。对对对，你真的好气哦！你真的是可以这样子跟我们这样打雷的吗？啊，当然可以，为什么不行？哎、欸，如果我现在是你，啊、你都被我们欺负，我现在是你，我会超怕的、欸。为什么？我之前上全明星辩论会，我只讲15分钟，我大概前一小时我都没办法跟大家讲话。我跟你讲，我大一的时候有一次我被烫伤了，做面疙瘩爆炸，整个脸然后一塌糊涂，然后我就在家里休养，也不能去学校，然后我就听相声，什么陈意安、吴兆南、啊、他们都学起来。那病好了，刚好台大要办那个同乐会。上去表演一段相声，全场都疯狂的这样，所以相声跟这很像 ，talk show 啊什么都很像。我觉得您真的被政治耽误了，你应该，我应该当喜剧演员的，我可以当很多的。对啊，你当时如果就是专心做喜剧、做娱乐的话，王伟忠不用混。王伟忠还是有他的一片天，不一样的，各搞各的，各搞各的。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是国家认证 AB 克菲尔益生菌，含7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能产生伽马、色氨酸等助眠因子，难怪吃了更快入睡，夜睡得更好。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杆菌 M1 的产品。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技转，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真的是一大福音。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K、 维生素 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专利制成，无塑化剂，无重金属，无人工添加物，无410项农药，无香料调味剂，无防腐剂，无色素，7大保证，7大认证，觉得好安心。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